大家好，这里是台中市大里区德芳二段52联泰汽车。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车款是2023年式的 Golf 1.5TC R-Line， 然后它这个是轻油电的版本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它是 R-Line， 所以它有 R-Line 的外观空力套件。它的头灯的话亮的话，晚上是冠状式，有 R 的专属18寸轮圈，这里有个 R 的车标，全景天窗，尾灯的模组也都是 IQ Light， 方向灯是流水灯的。整台车就是如新。我们再到车内看看，它都有摸门启闭哦。那进来的话，我们先给大家看椅子，这个是 R-Line 的版本，所以它有双前座的赛车座椅，是以麂皮跟织布的，这里有个 R 的标志，都是这种一键启动的。进来呢，整个座舱非常的前卫，它是一个双的大萤幕，里程数这一台是跑6600，它的方向盘是这种，这里有一个 R 的标志，是这种平底式的电容方向盘，它是有点类似半触控的，是这样电容式的。电动收折的后视镜，这边黑黑的这个是盲点侦测，啊，界面全部都整合在里面，这冷气也都从这边做开启，这里有一个快控键。R-Line 版本的话会有一个驾驶模式的切换，这边是驾驶模式的切换，这边的话是冷气的数位触控力，可以从这边去做温度的调整，使用这种线传排档、电子手刹车跟 Auto Hold。 这边呢有一个无线充电，手机的无线充电盘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边的话它车内有环状的气氛灯，它的气氛灯的颜色是跟着萤幕仪表板的萤幕走。这边的天窗是这样子手动的，天窗它是用这样子触控式的就可以开启天窗，也是这样触控就可以关闭。这台车呢它也都是有倒车显影，这样倒车显影，这边是有前后的雷达、自动停车辅助。原车机呢就有原本的中文化的福斯，这边是原厂的导航系统。车机呢都是有支援无线的 Apple CarPlay 跟那个 Android Auto， 这边就是 Apple CarPlay 的功能，这边就是环舱氛围灯的调整，就可以调成这样子，就跟着萤幕一起走。这台车气氛非常好，非常现代感。好，那我们就单单在后座看看，坐的话就是三区出风，这边的话也可以做温度调整。啊，这台车的座舱氛围让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灯都是这样用触点式的。我们今天介绍就到这边，这台呢是2023年式的 Golf R-Line 1.5cc 的版本，目前都是在电影学院的朋友马上欢迎火速预约上车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